现在高铁的数量也在逐渐增高，并且高铁的乘坐人数数量也是更多更加宽敞，对于旅游和出差一族更是喜爱。高铁几乎覆盖了中国各个大小城市，并且因为网上购票而让人们更加的舒适便捷，并且比普通绿皮列车整整快了三倍。对于时间比较紧和能不能长时间坐火车的人来说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而高铁在我们国人的心中是有非常高的地位的，也为中国在整个世界上占了一席之地。但尽管这样，但还是有很多人喜爱乘坐绿皮火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让小平告诉你们吧。其实高铁虽然又快又舒适，但是绿皮火车可以慢慢地欣赏沿途的各种风景，为人们在旅游的道路上提供了一条优美的风景线，是很多背包客所喜爱的原因之一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铁的价格，在价格上来说，高铁的价格要高于绿皮火车很多。在一些时间比较多、经济不富裕的人眼里，绿皮火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首选。说到这里，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待的呢？